友情提示：此片含有恐怖情节，请谨慎观看。经过我想跟各位说一下，就是那个，我可能现在说话有点不太清楚，因为我戴了牙套。OK， 我先来读给你们听啊。俊辉名号，晚上好，为防着我司一人。在隔离期间，因缺乏与外界接触而产生忧郁或焦虑的情绪，我们特意为两位准备了盲盒任务挑战，为隔离生活，增添趣味。盲盒挑战内容如下：每个人为对方设定了六个任务啊，我当然了，我也是给名号设定了六个任务啊，就先不告诉大家是什么任务了，大家就通过名号的 vlog 就看一下是什么任务吧。然后呢，从明天开始，就是这昨天，所以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自行盲选一个任务执行，一到六个数字中选一个就可以了。每失败一个任务，惩罚是20个俯卧撑，要自觉完成啊。盲盒任务整体成功半数以上会奖励听取一个愿望。我们是通过那个，就是微信有一个扔骰子的那个，通过那个功能来选的。他中了一，我中了二。然后呢，二是什么呢？一个人看恐怖片，不就恐怖片看就看呗，不是谁怕谁啊？哎呦，这拍的没感觉。各位连我的脸都看不到了，我这是没开会员啊，我这会员过期了，哎呦妈呀，三个月会员，叮，好了 ，Let's go。这乐器我叫水琴。温子仁导演作品。哎呀妈！吓我一跳，外面的消毒的声音，不是那个刚好那个画面，那个大写镜头，然后外面那个消毒声音把我吓一跳，我以为这咋了？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周围的环境。继续。哎，还行，吓到是吓到了，没有到吓懵的程度，只是吓一跳啊。啊，对，也算吓到了。有个弹幕说，害怕的时候要放好运来，好办法。我等一下。来啊，我先准备好好运来，害怕的时候我就放个好运来听听。这鬼片还是得跟朋友一起看比较好啊。自己看就真的是自己吓自己的感觉。啊，这楼梯有问题，你妈妈踩的时候踩坏了，你不要踩了。我再看。
違う、僕が見た。Can I stay this long? Stay forever.没了，看完了。怎么来说？啊，挺有意思的。哎呀，没有，你这个策划策，你这个策划应该四五年前让我看的，那个时候我更害怕一点，但是后来，我现在没那么害怕了，对吧？因为有段时间看的还挺多的，和陈乐一起看的，看的挺多的，就看着看着就有点没那么害怕，虽然还是会害怕了，对，但还好。재밌었다. 아, 나오셔라.